OK 啊，来，大家我们开始先啊，大家打个招呼，在吗？全部人在吗？听到我的声音吗？OK，来，我看到陈恩，心怡，OK，还有谁？OK，我看到 Jean，佳琪，在吗？OK，好，来写东西啊，OK，要写啊，这一个第七课啊。的第六面，我们看完最后一题，然后看一下他的 essay 题目，我们就进行了一课了，OK？啊，本来我有看一下前面要不要做一个复习先，可是诶，其实还有很后面还有蛮多课的啊，我就上了第八先啊，这样的话，OK？说、so, 第四题啊，这个7.4的啊，大家啊来看一下，他讲 Kegiatan ekonomi di Malaysia 啊 memainkan peranan penting，说他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啦，在于国家的这一个发展。所以呢，三个因素，三个 factor 啊，menjadi petunjuk taraf hidup，它可以作为人民的生活水平的一个指南啊。指南就是讲，哎，他们的生活水平好不好？哎呀，卡了哦。他讲他们的生活水平好不好，是要看什么啊？啊，他意思是这样，什么 petunjuk？OK，如果人民生活水平好，代表什么？代表怎么样呢？啊，从哪一方面会看到呢？我按不到的。从哪一方面会看到他们的生活水平啊，好不好？生活水准，找一找啊，课本有的啊，哦，7.4就是哦。啊，不出来。OK。就是有什么标准啊，或者是指南，或者是标准，看到吗？就是这个生活水平要达到 hidup，看到没有啊？所以我讲你要写华语在你的书，哦，会方便很多的，很容易看的。OK，生活水平可以看到呢，不蹲就看到指南，哦，啊，boleh dilihat melalui 这个一个、两个、三个，还有其他 kemudahan 哦，所以啊。你要写到这三个啊，peningkatan jumlah pendapatan per kapita keluarga，OK？写这去啊，pendapatan jumlah，sorry，我写错，peningkatan，因为是提升啊，peningkatan jumlah。Pendapatan per capita keluarga 啊，家人家一家一个家庭啦哈，他们的那一个收入的水平提高，OK？再来这里，大号哦，这个 perumahan yang selesa 哦，perumahan yang selesa 啊，还有一个是大号 pendidikan 啊，OK？perumahan yang selesa 舒适的屋子咯。大哈，pendidikan 教育水平，所以如果是教育，如果是生活水平高，教育水平也会提高。OK 啊，好啊。OK，第二个啊，B 啊，namakan dua cara pemindahan teknologi 啊，在马来西亚两个，哦，这个 teknologi 移植的方法，有吗？pemindahan teknologi 在这边哦，看到吗？Pemindahan teknologi 两个在这边了咯，latihan pekerja 员工训练啊，还有 latihan sambil kerja，latihan pekerja，还有 latihan sambil kerja 啊，sambil kerja 就是一边做一边学的，一个是直接给员工训练啊，一个是讲这。他一边工作，他一边也会得到训练，也会学到这样的意思啦。等这些啊，虽然课本有啊，OK，啊，没有印出来的更要写啊。OK，他说，berikan empat jenis infrastruktur modern，四种啊，OK，那个发展到很快速的设备，infrastructure 都是设备，对不对？这个啊。Kesan daripada kemajuan ekonomi 就是因为经济的进步所带来的影响啊，导致这个设备
什么发展了四种。所以讲到 infrastructure， 你就看 infrastructure 这边有吗？不是、啊，可吗？就要拿这个啊，不是 infrastructure 啊，拿这个了啊，看到吗？设备设施四种啊，那 journeys infrastructure 这四种了咯，对吗？所以其实什么设施啊，那些马路 highway 对吗 ？Jalan Raya 和 Lebo Raya 就是普通马路和 highway 啊。啊，然后呢，写这个 Jalan Kereta Api， 然后空运 Pengangkutan Keluarga， 还有码头 Pelabuhan 啊，四个 ，OK？ 这个啊，你可以跟着我写 Jalan Raya， 可以用这个撇啦，哎，啊 ，Lebo Raya， 嗯。刚才还有什么火车 ？Jalan Kereta Api 火车路，然后空运 Pengangkutan， 哎 ，Udara， 还有码头对吗 ？Pelabuhan， 所以经济发展会带来这四种设备的发展。OK， 我恩童没进来，恩童。然后他讲三个城市啊，因为工业而发展到迅速的城市啊，因为工业，记得吗？哈，这一个什么城市啊？我讲现在哦，这个城市啊，你看不到什么很多的工业，还是有啊。不过呢，通常我们去啊，不是因为要去他的工厂啊，因为他已经变大城市了，他有很多 shopping mall 的。所以有什么城市啊？其中一个啊，我们很出名的一个 shopping mall 在。在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Mid Valley 在什么城市 ？Mid Valley 那个城市叫什么城市？谁知道？如果是知道华语也是可以带出来。如果你忘记了马来文，我教你记。Mid Valley 在什么城市啊？这是最容易记的。那还蛮靠近我们，所以可以的话你要记。Mid Valley 在什么城市 ？Mid Valley 在哪里呢？或者是讲？这比较靠近我们，另外的比较远一点，有吗？哈，心仪，心仪知道吗 ？Mid Valley 在什么？在哪里？不是州啊，城市啊，陈恩呢？知道吗？啊，心仪，陈恩，喂，不将近了，太东西给我，还是你们在上网找这是吗？啊，是了，哦，他的城市的名字叫 Mid Valley City。啊，等下我看一下，阿心怡 ，Mid Valley 那个城市叫什么 ？OK， 不要紧啊，讲我只懂 KL。等下啊，等下啊，我再等心怡一下啊，心怡有在吗？心怡有在的、啊，应该。那个 Mid Valley 是在什么城市？不过它确实属于，它是属于吉隆坡，不是。他啊，他是吉隆坡边界啊，这个确实啊，很近哦。OK， 好 ，OK， 好，不是 KL 啊，这样的话不要紧啊。你写啊，Mid Valley 是在 Petaling Jaya， 知道吗 ？PJ， 我们叫 PJ 的地方，有听过吗？哈、啊，每次讲 PJ 啊 ，PJ 啊，就这个来的咯。OK， Petaling Jaya， 嗯，不要紧，大家可以现在记啊，八达岭它叫。他叫巴达林在野啊，如果有听过他的华语的话，然后再下一点呢，也是靠近的啊，这个地方啊叫夏阿兰，也是没听过啊 ，OK 不要紧。再下一点呢，也是工业区发展的一个大城市，叫夏阿兰沙亚南呢。不过不用特地去记华语啊，如果没有听过不要紧啊，我们现在记他的马来文。PJ 就是 Mid Valley 那边哦，你可以做一个笔记给你自己看的。其实这个 MV 我就写哦，夏阿兰，夏阿兰有没有什么啊？夏阿兰就是夏阿兰的，就是 PJ 再下一点哦，再来还有一个呢，这个比较少听到的叫 Bayan Lepas， Bayan Lepas， 所以这个是槟城的哈，其实 Bayan Lepas 是在槟城的。所以这三个都是著名的工业区城市 ，OK？
工业区就是很多工厂的啊，只是就像我讲的咯，它已经是很，以前是工厂比较多，但是发展到很多人在那边住了吗？它就变大城市了啦，它就不是只是工厂了，然后有 shopping 什么都有啊。OK，你要得干卢瓦朗嘎，yang diambil oleh kerajaan，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啊来减少进口？如果进口啊，钱就要出哦。所以我们要减少这个进口，不要进口这样多，钱就不用出这样多了，对吗？好，两个方法，这个有印象吗？你不要进口，一定要自己做啦，对不对？好，怎样自己做啊？重点是啊，OK 啊，在哪里啊？这里我有啊，这个呢，pengurangan import 的几个措施，自己做。比如说，你要小小的，不是小小，就是一些工具，什么东西都好啊，自己做，不要买 IKEA，家里的工厂啊，不，家，我要讲什么家私啊，家里的用品啊，小小的器具啊，可以国内生产，就国内生产哦，不用进口。OK，说这个叫中小型企业啊，中小型工业，蒙嘎拉干鼓励他们呐、啊，哈。Sector industry gajil sederhana 写一个啊，鼓励叫 menggalakkan，OK？Sector industry gajil dan sederhana 叫 IKS 啊。IKEA 的家具很贵啊，其实讲真啊，IKEA 家具哦，它就是有那些，它有便宜跟贵嘛，是不是？它的便宜的是那个品质真的是不好的，不过如果它的贵的那些啊，品质就很好，不过有点太夸张的贵了，好像一个椅子哦，800-900块也有的哦，还那种舒服的椅子啦，或者是1000多块，可是那些是它有。那种10年保家那种，10年不会坏的那种，呵呵啊，就很贵。如果是便宜的啊，你看补习中心有时有一些家具我们也是用的，好像它的椅子一下子就坏了的，很便宜的10多块、20多块、20多块啊，最便宜的椅子 plastic。可是我没有买很多啊，那个来装饰放在外面那个白色的啊，你看全部一张一张慢慢坏掉了的啊。说它有它便宜跟贵的，它的贵的就是很好啊，便宜的嘞就很不。很不耐的，所以其实我们也这些哦，我们可以自己做啊，国内对不对？我们也有那些原料啊，我们又有木啊，是咯，OK，再来次方面也是哦，所以也是一样，你讲孟加拉干农业的东西咯，自己种哦，孟加拉干 pengeluaran sektor pertanian seperti 这些啊，OK，我们写啊，你写一轮啊，因为你才会容易记孟加拉干。什么出产？pengeluaran sektor pertanian 啊，seperti 给一些例子咯。你考试记不到全部例子也不要紧的，你出一些你记得的。pertanian 是什么啊？哦，buah-buahan，还有什么菜咯？啊，sayur-sayuran 是啊。OK，说其实还有什么？还有渔业也是啊，perikanan dan ternakan。啊，渔业跟养动物啊，也是属于 Cetobacteria 啊。其实，如果是硬要归类的话，OK，我知道 Bacteria 我们华语是叫农业，但是这一个农业好像在种菜这样，但是其实渔业还有养动物哦，也是属于这一个 Cetobacteria 的哈。大家如果还有分类的话，你要知道。Yeah, 好了，我们看一下，Bahagian C 啊，看过他的答案，因为我有印答案给你了的。OK 啊，OK，看一下这一边。Berdasarkan pernyataan di bawah，他叫我们 jawab soalan-soalan berikut。OK，他说，kegiatan ekonomi merupakan kegiatan manusia。什么是 kegiatan ekonomi 啊？经济活动。他讲是人类的活动来的，yang dapat menghasilkan sumber pendapatan 可以带来或者是产生出收入来源。
所以帮我们产生收入来源的活动就叫经济活动，就是帮我们赚钱、哦、帮我们找吃的活动咯、啊、就是工作咯，是吗？ OK， 后来干第一个 jenis kegiatan ekonomi 啊，五大嘛，三种哦，大家来，这是最容易的，其实那三种，知道吗 ？Primer、Secondary、Tertiary， 谁完全忘记了的？讲一下啊，在 chat box type 给我啊，有忘记了的，还是你现在看回有就有印象的？谁忘记了的有吗？记得吗 ？Primer、Secondary、Tertiary 有印象啊？哎，跟我交流一下可以吗？哈、啊，佳琪、欣怡，啊 ，Primer、Secondary、Tertiary 有没有印象啊？这一个，嗯 ，So Primer 就是直接出产啊，哦，直接去拿资源，直接获取资源，比如说农业啊，啊，砍树啊，伐木业啊，采矿也是直接拿，对不对？养动物也是直接拿，对不对？这个是 primer 咯，欣怡有没有印象？佳琪、陈恩、怎么没有反应？佳琪，你怎么？佳琪，哦 ，OK， 佳琪怎么？小心你们可以type东西啦，就算是英文马来文也可以type啦，你们做么这样，因为你们 video 又没有type东西，又没有，我不懂你们在做么。喂，佳琪，我知道其他人我都有看到，我只是在叫佳琪罢了，我只是在好奇吧，他们是怎样。 OK 啊， secondary 啊，大家哈，什么问号，我问了你很久的东西，我讲要给回应，不会只在听的，这不是上课，上课那个是你听故事，你就开 YouTube 就好了哈。上课是要有回应的，知道吗？不是我叫到名字才来回应的，我没有叫名字，其他人都有回应的，所以我才一直叫你，因为其他人都有在回应，知道吗？你要自动的，不是老等我叫的。 OK， secondary 啊，我在问有没有印象啊 ，primer、secondary、tertiary 啊，这一课的前面来的，它算是一个复习来的。忘记了的话，我要再讲一下嘛。Okay, secondary， 他讲第二是什么呢？这个是加工的啊，大家。所以你要怎样回答呢？其实课本那边是有很明确的啦，啊，我没有讲过了的。OK， 啊，只是当复习啦。Activity economy 啊 ，berasaskan bahan mentah 是以原料为主，但是它不是出产原料啊，它是转换那个原料变成 barangan siap， 变成成品，所以这个是加工了咯。啊 ，OK， 加工就是比如说制造业啦，pembuatan哈，做那个家私啊，哈，做家里的器具、电器也是啊，啊，然后呢 ，perindustrian 工业工厂咯 ，OK， 还有建筑、建屋子啊、建桥啊、啊建马路啊那些。的第二就是服务业啦，你就记得是本兰琼案哦，刚才君有讲到哦，对哦，说服务业其实呢不是只是哇什么服务啊，哈，外面的服务不是，哇旅游也是服务业啊，商业本达刚案也是服务业，所以你看你给琼多就有分了哦，你看啊，其实他只要六分啊，这边的分数是超过的啊， OK 很多了，他有讲到。好，接着他讲德朗干dua contoh industri ya, bukan berasaskan sumber, 不以 sumber, 不以资源为主的啊，在这边啊，我跟你讲在哪里，你要会找啊，考试如果在家里考的话， bukan berasaskan sumber 在这个，看到吗？一个是 berasaskan sumber, 以原料为主的，就是有木、橡胶和油种。不干本阿萨斯干什么？不以原料为主，其实它是做组装的，知道吗？这种工厂是做么呢？它是做组装的，电子电器还有车，交通工具啊 ，automotives 啊。所以他讲 dua contoh 这边呢、啊，哈、啊，不干这两个，说你要给他的解释啊，给他的例子就好。Industry electric dan electronic 啊，就是 barangan electric 咯，比如说 penyaman udara aircon 啊 ，television 这些。Automotive 就是例子，就是车啊 ，motorcycle 啊这些咯，就有分了。OK， 就四分完了。
这个。一回到学校就考试啦，哦，OK，OK，好，因为有可能9月他会，可是可能我觉得没有这样快啊。你们他讲9月会开始阶段性开放嘛，哦，可是雪兰莪这样严重哦，我们不懂他会几时开啦，哦，OK，好啦，所以那个是第七课的啊，大家，OK，第七课的你可以。得空你就读一下，复习一下了啦。今天我们开始这一个第八课啊，它是在讲呢天然的这一个植物啊，什么来着的啊的植物，还有黑鲁班利亚，还有野生动物，会有一点重复我们学过的东西。你会看过一点，这个讲全世界的，所以你会看过一些，诶，我们前几课看过的动物啊，比如这有吗？哈，啊，动植物比较有趣的。来佛事花，这是我们哦啊，哇，这些嘞，这有看过，这好像没有哦。之前的我看一下啊，moose，这个好像有看到，像之前啊，这个 links 好像有啊，是吗？看来你可以翻翻下你的课本啊，现在啊，拿你的课本啊，so fat，谁很肥？哪一个很肥？啊，大家拿你的课本出来啊，我们要写东西啊。所以你写在里面有华语字那些很容易看，用铅笔写不要紧的，老师不会怎样的，他们很开心听你有华语字在里面。上面第二个，哼，OK，所以这一课呢啊，我们读什么动植物啊？我们看起来是看不一样气候的。其实你看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哇，我们什么 color？你看到吗？其实我们没有在这边。他没有讲到我们呢，真正来讲，哦，你放大来看，看你的书，诶，没有哦，啊，这一课没有学我们哦，他学这四个，这四种森林，啊，我们的没有啊，我们叫热带雨林，我们叫 Hujan，Hujan 下雨啊，Hujan Tropical，哦，它不是这个 Hujan Monsoon Tropical 是我们上面那边泰国啊那些哦，你看到 Lizard 啊，哪里 Lizard 哦，Lizard 啊，嗯。啊，大家再看一下，哎，心仪画了啊，画去哪里？有绿色没？哦，心仪在画我们的国家哦，所以你看啊，大家，这个我们大概一眼这样望过去哦，大概记它的地方先啊。地图下面有绿色。哦，哎呀，这个 啊，以前我一个学生他很怕绿色。所以啊，在好像是科学的书啊，他的那个书那边有个 lizard 啊，好像是，他就跟他拿一个纸粘起来，他的那一面，我们大家都知道，他很怕的。哼，OK，大家我们看一下这一面啊，OK，现在我们先用肉眼看过先，来来来，最橙色的地方啊，这里叫高山不丹 conifer，你看这一区。啊，我想问一下这里呀、啊，这个啊，黄色，你看到我的小手在动啊？你觉得这里冷还是热，还是半冷半热，还是很平均，还是怎样呢？这一区，这个橙色的地方，大家啊，type 给我，你觉得这里冷啊，还是热啊，还是半冷半热，还是有四季啊，还是怎样啊？你看啊，同条横线上的啊，大家啊。OK，再来再来，大家，佳琪、心仪、陈恩，这个地方啊，冷啊还是热啊，还是怎样半冷半热啊，不冷不热啊？OK，好，再来，陈恩、心仪，OK，陈恩呢？OK，大家，我们在哪里先啊？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在地球的中间，Garisan Katulistiwa 哦。基本上中间上一点点哈，我们是热的哈，OK？说、中间呢其实是热带。我们现在从地图来看，你就会很清楚了啦。为什么啊？又有这样又有那样的啊？说这样多又有冷啊，又有热又有四季什么这样啊？其实是这样的，中间是热带，比较热的地方。所以我们有热带雨林啦，有其他的热带的地方了，OK？上一点下一点啊，基本上呢，大家注意看这边啊，我要放 star，这一条线跟这一条线，看到吗？你看到 star 吗？
我在左手边啊，我的 肩头看我的肩头啊，撒旦和加地它的气候是一样的，大家注意看一下这个东西，来来来看 purple color 啊，这一区跟这一区你看到都有浅青色吗？有哦，因为啊上下是一样的嘞，所以从中间开始啊 OK 往上面走往下面走会越来越像的，我的意思是啊 OK 所以这一区紫色跟紫色一样，或者是你看浅青跟浅青啦、哦、再尾端一点南极跟北极是不是冷啊，所以哦上面这边啊就北极，下面就南极是一样冷的，所以越往中间线就是我们哦就越热，越往头跟尾啊就越冷哦，你明白吗？哦这样很逻辑了对不对？所以中间这地方啊啊他们就会有比较明显的四季，有春夏秋冬，如果啊很上面啊它的春夏秋冬都是一样冷的，还有很下面这边也是，它还是有什么夏天，可是它夏天哦一度两度，或者是它的夏天还是零的，哇很冷啊很冷很冷很冷的啦，所以它常年都是有冰的嘛对不对啊，所以越往上面说真的啦越往上面是越冷的，所以其实呢这样看很容易哦，橙色这边是很冷的啊，其实非常冷的，这里是那些俄罗斯，这里啊这里是俄罗斯的北部，中国的北部了哦，你看中国在这一区啊的中叫什么他们叫北叫什么呢、啊、中国的北部、啊、他们就讲北方啦，很冷很冷的，他们已经接近俄罗斯，所以俄罗斯就更冷哦，很冷，他们的水喉啊啊他们要去那个井打水的你知道吗，原因是因为哦有时啊他开水喉啊出来的水是一条一条冰来的，好像我们吃那个 ice cream 这样，它开水喉一条一条冰出来了，很冷，太冷了没有办法用水喉、啊、所以这些是很冷的地方，所以中间就是比较有四季，这个橙色呢它叫什么，哇这个是热的了，已经接近我们了，所以是热的，你看高瓦山 Gurun Panas 沙漠来的、哦、大家你看这个 青色啊浅青是沙漠，哇哇，这个是 Australia 也是有沙漠啊，再下点深青色，深青色是泰国那边，泰国你知道它天气咯 有去过对不对、啊、就算没有去过呢你也可以想象泰国跟我们有一点像的 OK 蛮热的啦也是、啊、所以是热带了咯已经 OK 灰色啊 我一直忘记看灰色是在这边中间哦，有四季的这个啊，有四季有冷有热的时候啊、泰国更热啊，是咯，有时泰国会更热，对，其实他们那些有四季的、啊、有时他们的热比我们热很多的、啊、不过他们又有比我们冷的时候、啊、他们就比较大，那个反差比较大 OK， 所以那个地图其实非常重要的，我们大概有一个概念了哦、啊、你就容易记了，所以 8.1 啊我们看啊，他先讲 Gurun Panas 沙漠，大家这个写啊，所以等下如果时间跳了的话你也是可以继续Hey, 你就可以先做一点练习先 OK， 这个是沙漠，而且还是热沙漠，你看到吗 Gurun Panas 很热的啦，他已经讲明了 OK， 所以 Gurun Panas 在哪里呢、啊、他介绍我们一些沙漠啦 Gurun Thar 沙漠的例子啦，应该是讲、哦、Gurun Arab 阿拉伯沙漠、啊、Gurun Iran Mohave 这个讲读啦 Sahara OK， 还有 Gurun Besar Australia撒哈拉沙漠，可能你会听过耶华语哦，所以地点哦都在这边啦、啊、其实 OK， 这个你也是要记哪里在哪里，所以这个是什么 Gurun Mohave， 这个是 Gurun Atacama OK， 接下来我们再看啊它的植物特征，喂容易，沙漠有什么植物啊你懂哦，这个哦只是有时会忘记它叫什么啊，所以你自己要 highlight 一下重点啊 OK，沙漠有的植物当然就是仙人掌啦，对吗、哦、其实还有一些例子 OK， 在这边啊 Prickly Pear Sema Samun Maduri， 所以你可以先从仙人掌那边去想，它的叶子都是尖尖，不可以大大片叶子，一下子它就干掉了咯、哦
啊，然后呢？不过它有一个特别的树叫 Pokok Acacia Bantut 啊，好像普通的我们看到的树这样的，很难得在那边。OK，接着啊，再来看啊，这些植物都是 Tahan Panas 耐热的植物。这个你写啊，Tahan 呢，Cuaca Panas 耐热，Tahan Cuaca Panas 的意思。耐热植物的名字叫 Xerofit。耐热耐暑啊，叫什么嘞哈？不用很多水的植物来的，耐热，然后不需要水的，不用水的。OK，我只是简短的写了哈，当然它不是不用水，它只是不需要太多水啊，我只是简短的写罢了啊。OK，叫 xerofit 植物，要用这个字啊，他问到我们植物的特征。OK，还有呢？这里的植物啊，不像我们的森林，它没有森林的，它远远一棵，远远一棵，很稀少，我们叫 jarang。Tumbuh secara jarang jarang，看到吗？说这个是例子啊，例子你要记一两个、两三个啦啊。OK，再来，仙人掌的根怎么样啊？要很长，对不对呀、啊？然后呢？它的长是啊，有的在地面上的，有的是往下长的。这个我要画给你看了。仙人掌或者是阿卡西亚树，它是这样的，它们有两种根。注意啊，它的根很长嘛。一种呢是往地底找水的啊，OK。另外一种根是在旁边的，说如果一下雨啊，在地面上的水它就吸到完了。在那种陆地上的，看到吗？所谓的两种根，明白吗？大家，所以一个是在 menjala ke dalam tanah，在泥土里面；另外一个是在 merebak di permukaan bumi 啊，在表面的地上的表面的，因为两个都是吸水的，看到吗？OK，menjala 是延伸啊，你可以讲 menjala 啊，延伸。诶，是不是这个啊？孟加拉的意思，好像不是这个省，延省，对，省，耶，不会写，不要紧，延省，伸展，是这个省啊，其实延，OK，所以它会延。延长的哦，在地去泥土里面，或者是在表面啊，这个 meraba 也是啊，OK，扩散在表面啊，扩散啊 meraba，扩散在表面啊，吸水。OK，pokok di kawasan gurun mempunyai daun berkilat，说它的叶子怎样啊？大家来啊，它的叶子呢是发三叫什么滑面的，OK。滑面，光滑表面的光滑表面啊，裂也是啦哈，不吸水的咯，就是讲光滑表面的啊。然后呢，berbulu 有毛的，毛或者是刺啦哈，有毛的，因为它要防止那个水啊蒸发到太多，知道吗？大家，给等下如果时间跳了呢？你可以先做啊，因为这一个哦，我相信你可以找到答案的，因为我的纸它有跟你讲在哪里找答案，对不对？我看一下第几面，第几面应该有讲到，第八课啊，这个哦没有讲啊，不过不要紧啊，你可以去 try 一下的哦。这里啊，植物怎么样啊？Gurun panas, gurun panas, gurun panas，OK？动物可能没有讲到，不过植物讲到，那一二三你都可以做啊。然后这个是 gurun panas 的动物，你看。骆驼当然就是 Gurun Panas 哦，我们刚刚在讲，我还没有讲到，不过你可以去选了的，你可以去找答案了的啊，等下，OK？所以如果要跳了，你3:20回来呀、啊，知道吗？多3分钟，这样它会跳了啊，OK？我继续讲先啊，你3:20回来啊，OK？你看它的动物有这个，来，蟹子叫 Kalajengking 啊，注意要去背啊，背起来啊，这一个，画一个星星给自己看。OK，啊，这个是它的草，它的草哦，有刺这样的哦，你看到吗？尖尖的那个草，
rumput espato， 要背起来啊，那些名字 ，OK？ 啊，因为这一课不多的，很有趣的，全部是动物、植物来的。OK， 然后呢 ，Gurun Sahara 位置要记 ，Gurun Arab 啊 ，Gurun Iran、Gurun Ta、Gurun Besar Australia 位置要记。OK， 这边有一个东西叫 Kodo，Kodo 是蛤蟆，其实，不过蛤蟆是热带的哈，大家看到吗？蟾蜍啊，还是我都不好怀疑叫什么啦，不要紧啊 ，Kodo 就是在那这个是 Kodo 来的 ，OK， 你也不用学华语，也不要紧，这样的啊 ，OK， 可是你看。它的 Kodo 啊，哇，可以在 Kodo 不是那个皮肤哦，色色的咩，对不对？像青蛙这样哦，哇，可是它的不一样的，它的 Kodo 是啊，在沙漠的 Kodo 啊，它们很特别的，它的那个皮肤是防水的啊 ，Galis Air 来防水，有写吗？要写啊 ，Galis Air 叫防水，记得啊，这种 info 的地方更容易出的啊。所以它会保留潮湿度在皮肤里面，保留皮肤潮湿，可能吧，半就是潮湿了哦。Tertimbus 叫在沙里面呐、啊，不要紧，他讲他就可以在那边呢，他在沙里面呢生活，可能是一个月这样啊都没有问题，因为呢它有防水的皮肤啊，然后呢还可以保留它的身体的潮湿度 ，OK 啊，所以 xerophyte 啊那些该我讲啊耐干旱的植物啊 ，OK，nocturnal 是夜间活跃的动物，夜间啊动物，简短了啦哈，耐干旱去做先啊，3:20见啊。耐干旱植物，这个是啊 ，OK， 记起这两个字非常重要。说动物，你可以自己看一下啦哈，等下你看那个练习先，3:20见。